准备去和我的好兄弟逛一下潮流店啊，买手店，看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啊之类的。走之前我还要问不要走提车，他就说你好，这里是福建厦门的法考，请问您考上了怎么怎么吗？我跟他说不好意思，我已经保送了。啊，你会觉得尴尬吗？我们在这聊天。哎呦 ，What's up？ 这里是小峰，今天是距离我毕业旅行的三天倒计时。那么去毕业旅行肯定得做一些准备啊，买点衣服啊、鞋子啊，整理整理行李啊，对吧？准备去和我的好兄弟逛一下一些潮流店啊、买手店，看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啊之类的。Let's go。可以吧？怎么推焦距啊？推这个。推这里。我要变小。里面搭件白的应该。嗯，对。背面，看看背面，不错不错。这个纸，哎，我包住在里。这个纸，啊。哎，我知道这个我穿的。等我。对。版型确实可以。Yes。就是灰色加卫衣。其实这样。哎呦 ，What's up？ 今天是距离我要去毕业旅行的第二天到第一天的之间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快十二点了，但是我还没有理我的行李箱，看它空空如也。我们现在就要抓紧开始了，因为再不理就要完蛋啦。OK， 兄弟们，现在一个箱子已经被填满了，但是显然一个箱子好像远远不够，所以说我们得用到第二个箱子。很尴尬的是，放了两双鞋，好像其他就没东西放了。那就明天再说吧，毕了吧。今天是我在走之前，我还要问学校做个体测。有点冷啊，哎呦，我好像找不太到路了。这是我们的良乡小区。良乡小区呢，我在这里待过一年。哎呀，好冷啊，好冷啊！测完了，哎呀，还是有点憔悴了。哎呀，今天风还是挺大的，也很冷。我穿了个短裤就。短裤又出来了。现在是出发前的一天，对，我的行李还没有收拾，估计要到明天早上起来很早。我估计晚上应该不用睡了，因为睡不着。比较期待见女嘉宾吧。我比较期待见我的小姐妹们长什么样子。男嘉宾呢？也是有一点点期待。我问了我的 PB， 问他要不要带什么冬天的衣服，他跟我说不用带冬天的衣服，然后我就没有带冬天的衣服，然后就是带了一些衬衫，还有这个裙子，还有一些短的上衣。然后这次来去的话，我还是要带上制服的，因为要拍那个 VCR， 所以就是啊，我的帽子，我带了一套制服。这是我们专业的制服，还是蛮酷的，因为也算是校服吧，每个人都带，每个人都会有的。然后这是我们秋冬会穿的一套制服，把它塞进去，然后戴一个帽子，以防止我头发油了之后就可以不用洗头了。
无语了呀。然后我的衣服其实都装的差不多了，然后介绍一下其他的吧。这是这个，这个是我的一个手杖，然后展示一下吧。展示一下，暂时展示一下，这是第一页。汉面包包，哎，你看出来了？这是 really， 这是一个 ocean， 这是我的手杖的第一页。然后其他的话可能是要旅行的过程中再去做，因为我只做了其中的一点点。1193还在给你打电话哦。打考也太坚持了吧，我早上就挂了他一回了，他还打。他为什么是福建厦门的法考啊？对啊，他问我考没考上，他说你好，这里是福建厦门的法考，请问您考上了怎么样的吗？我跟他说不好意思，我已经保送了。啊，这只是吹牛。没有没有，是真的。然后这是我的手杖，然后这边呢可能就装，我只装鞋吧，然后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啊。对，这是我要带着陪我一起走的一只娃娃，因为晚上睡觉一个人会害怕，然后就是我要带着他陪我一起睡觉，我就不会害怕了。然后把他也装到这个里面，我的行李收拾就到这里了。把慢跑当做放松，慢走当做休息。出来跑真的是太累了。主要还没有吃东西。这是我的，哇，我太爱这杨桃了，真的超甜，超多汁。这么多衣服都是等会儿要选的，我要疯了。走啦，出发去机场。哎呦，我操！今天是我要飞去深圳的当天，已经在萧山国际机场了，现在去找 T4航站楼。咱们深圳见吧。上飞机喽。蛮期待，很期待，真的很期待。Let's go, let's go。三二一，你那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？我的照片不是给你看过了吗？对啊，但是没有你表演演奏时候的视频吗？找找，可能会有。真的吗？等会儿啊，我这相册可不能乱看嘛。啊，我不看。视频我得找找，有些，哎呀，很久之前了，就是。先看我的机车，哇，很酷哎，真的很酷，很帅的，真的很帅，超帅的。我看你机车这种东西真的骑起来蛮酷，但是要考证。对的，就是我哪部电视剧的时候我去过。哇，真的吗？觉醒年代。你去了？嗯，我就有那么好像零点，还值了，还一秒钟镜头，值了，还是值了的。找，这么多了，很多啊。这是我什么时候的视频？我看。哦，这是我上一届的毕业汇演的时候，我去，这几个都是我的学长，这是我。他的发型你看一下。现在都是音乐老师了，都是。你们都在唱吗？都有。可以忽略掉我那句。哎，不错的，不错的，不要，没关系。看得出来很清水。挺好的呀，看，应该还有别的，看得出来蛮青涩，一些青涩。就我大一还大二的时候，这套衣服现在穿不上了，应该是我大一的时候。
穿不上了。当时110多斤啊，110不到120。那、哦、你现在也没有很胖啊。我比当时壮了很多，就是。啊、哦，壮了。周末的时候可能还会出去周边上玩一玩。但你们学校在那个地方，我感觉周边玩的话也挺近的，蛮近的。我们租车啊，租车整个寝室出去玩啊。哦，你大一就考了驾照对吧？对啊，那时候就有一些泡温泉。哇，你真的很喜欢泡温泉哎。没有，就是累的时候不是谁不想泡一泡？那你应该蛮喜欢北方的澡堂子。有尝试过，还行，都很舒服。老年人生活嘛。我也觉得。唉，过什么样，反正自己舒服应该是最重要的吧。放空真的好幸福。什么都不想啊，真好。对。不然这个点我应该还得写作业。就不是你一提写作业我就会联想到我的论文。没事儿。总会写完的。是，总会写完的。你觉得尴尬吗？啊？你会觉得尴尬吗？我们在这聊天。还行吧。你觉得呢？应该也还好吧。还好，没有那么很尴尬。没有很尴尬吧？你尴尬，我毕竟也一直聊着。我很怕尴尬的，就是特别怕那种尴尬。我也怕尴尬，所以再怎么我都会说点话吧。那没有办法，难免的可能就是一下子没有话，那没有办法是吧？正常。我很正常吧？就是两个人如果见了面一直在说，那真的蛮奇怪。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总有那么几秒钟就突然全部停下来是吧？会尬一点。对啊。你大学有参加什么社团吗？没有。你一个都没有参加？哦，算是有吧，篮球。哎，你们会不会男生真的走着走着突然就会的？真的是会的。为什么呀？我真的很好奇。突然就是脑子里会就想到那个一个画面，就是前面有框就需要投一下，一些动作，就脑子里突然就有那个篮球的动作，突然就想投了，对不对？就突然想就是自己亲身实践一下那个动作，然后就会做出来。原来是你这么想的呀，你们也不会怕尴尬，对，就是很正常，你觉得？我确实，我有时候在路上走，就看见有的人突然就这样一下子，突然觉得一些后仰，一些投篮啊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对，很正常，真的很正常。